老板，你这次的战术是什么呀？多来点手下是个好主意。 支持你，但不要让别人知道哦。我有些新的手下能让你雇佣哦。哈哈，我最喜欢乘风破浪。 战斗真的有够激烈。 战斗真的有够激烈。 那个我就收下。要来比一场吗？
趁胜追击呀，朋友。只要你不轻言放弃，就还能变得更强。哈哈，我的赢面比你大。哈哈，我最喜欢乘风。拥抱你的愤怒，你的表现相当不错。你的手下很认真干活哦。要来比一场吗？趁胜追击呀，朋友。战斗真的有够激烈。啊哈，变得越来越厉害了。哼，要来比一场吗？天命或是机遇，
觉得你应该会赢哦。过得还好吗？好多亮亮。想看接下来的发展了。天命或是机遇。趁胜追击呀，朋友。你还真行呐。天命或是机遇。来雇佣一名手下吧。哈哈，我的赢面比你大。那家伙有可观的攻击力。趁胜追击呀，朋友。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可
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佣一个手下。很认真干活哦。那家伙有可观的攻击力。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。而且机遇，很认真干活小队报道，天命或是机运。